六二三七二三，风筝延伸。那是三大的延伸。我拉，为什么要拉住啊？女生为什么要拉住？因为我要做一个什么？从后面换到前面的头。现在就因为普遍就是大家跳的都是很随意，就很干练，大家就这样 one in。看到没？是这样扯过去的。但是我现在希望大家把这些延伸的点做出来。再来一遍。主要是男生要让女生去做。看，六二三七二三八，让我去做，让他做。